Ouais.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开幕一段时间了，那今天要接待第52万名游客。游客在哪里？你好，你从哪里来的？从嘉义。哇，太厉害了哦！对的。嗯，家人很高兴能接待我们第52万名游客的这个小朋友。那可以知道我们国政化石园区事实上是充满了知性，还有教育性，还有娱乐性的。那在二期工程完工之后，会更有可看性哦。我们这是第一期，第二期完工了再来，好不好？好，不好也不行啊，那就好了。那我们第二期完工之后，有更好的可看性，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事实上，这个是全国少数的具有这么样的知识性的一个化石园区，就是南台湾应该是唯一的啊。但不管是不是唯一，最重要是它是一个提供的家长啊跟亲子之间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在一起的这个亲子教育啦啊，自然教育啦，科学教育啦，还有多热的一个蛮好的地方。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真化石博物馆。好，谢谢。启用之后，其实获得非常多民众的喜爱，因为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也是非常适合亲子大家共有的一个教育园区。所以开幕至今，在五月底，因为疫情还没有正式的解放，所以已经达到50万人次，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对外做怎么样子的一个宣告。那6月7号整个疫情解放之后，其实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今天即将达到52万人次。那这一阵子刚好我们也有新的展览陆续的来做新的开展，譬如说现在正逢我们奇幻奇迹的这样子的一个展览沉浸式的一个剧场，让大家去了解整个过去捕鲸鱼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些鲸鱼过去原本有脚，怎么样子退化变成现在的一个样貌。所以佐证化石园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展览，那里面的展示的手法也非常的新颖，非常适合亲子大家共有。所以接连的端午节假期，我想最好的旅游去处就是佐证化石文化园区。谢谢。高兴来到这里，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谢谢谢谢。不起来好，等着镜头。耶。二一比个耶啊，三二一比个耶，三二一。谢谢谢谢哦，叫你名字。谢谢。七岁。七岁哦，七岁哦，来来，七岁。那颁什么奖？我们第52名入园的游客是来自嘉义幸运的卢先生家。52万。你刚刚讲成52名。好，对啊，首先，我们除了园区有准备精心准备的感谢礼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1一整年无限入园的贵宾券，请市长为我们颁发奖项。这明信卡，还是袋子里面？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值钱的。无限畅游，一年希望能够参加一个全年无限畅游的贵宾券。来看一下，去来那个奶奶也一起来，哎，一起来，来一起来，谢谢。阿妈也来了，阿妈不是说让他拿那个吗？婆婆的那个花束。等一下，好，有一个那个今天刚发表哦。等一下，我们的花束哦，来，这个是哦，跟上方婆婆，我们婆婆是今天刚完成的，真的好可爱啊！这些可爱的婆婆玩偶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镜头。来，三二一，笑笑，三二一，好，看一下你们的右手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来，你合抱的，左右睡的，好，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来，焦点的，好，谢谢，好，谢谢谢大家，谢谢，对吧？差几盒，还给小朋友。那这个袋子给家长，就化石。上面前一组的贵宾代表我们化石园区能够达到今天活动的重要指标。这是什么？所以我们也颁发大家这样的挂照感谢。挂照，点画面通挂照。挂照，挂照，感谢哦，谢谢。恭喜，后一组的，谢谢陈先生，谢谢市长。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52万人民幸运儿的后一组，来自的朱小姐，新竹哦，美女。谢谢你来到园区，你代表我们要成功一个新的里程碑，那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挂照可以挂到墙上，就这张信片，也送给你。谢谢，可以写信寄给市长。啊，谢谢你哦，谢谢小姐，来请市长拍个大合照，跟各位得奖的幸运儿们。谢谢啊，谢谢。刚刚的人还在吗？没有，那走了，那走了。那对应这个张万顺的陈先生，还有张万顺的卢先生，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见面，跟我们的市长、还有警察部、还有我们的局长、区长都一起来一个大合照。我觉得他们50万的嘛，这个50万的。来，各位大哥大姐，我们欢迎家，我们看后就一起。谢谢大家今天来到化石园区，麻烦贵宾，我们今天往周边靠一下，因为太宽了，不好意思哦。好，左镇化石园区站不站？站。再一次哦，左镇化石园区好不好玩？好玩。看一下各位贵宾的右手边。好，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好，再一次哦，左镇化石馆棒不棒？棒！好，谢谢。先看那边。来，送这个女朋友。来，这样。好来，我们好。这样子就好了。对镜头，
我这个话是管是不是？对，我要来个就可以的，来。好。还蓝赞。好，OK， 谢谢。